如果咁係，我咪供唔到，咁咧依家落嚟啱曬。
你已經又係，即係頭先大家都係咁樣嘅，我係俾六歲啦。嗱，記住，而家只不過就係我用呢、這個同呢、這個係我個 friend 係千祈唔好嘅，我哋咁樣瘋狂，總之係我要係啦，你都係變曬啦，你咁樣就同我係咗啦。如果大家手又要即係入咗一二三四之後，第五個都係合格，係啦，都係合格，所以就是、你呢、這個。所以就係你一隊隊，你係啦，跟住我咪落咯。真係，即係中意啲人，你唔即係喺我嚟講，人講冇事，我都睇下死個情人散咗。係啊，我係未散，佢就可以。有一啲，即係同埋你都知識玩嘅人，好似你同嗰個青年咁樣一號去做，你其實你個中意，你個中意。Gracias.
Thank you.
時候其實冇錯，死慢住間步啊，所以呢個先至係重點。Thank you.
有採用到，因為而家採用到，因為你冇咗呢個運動，所以人哋扮死，即係人哋懟你，你死都係佢有骨骨到用個情形嗰陣，比賽係唔俾下咯。但係嗰個比賽就冇得計。係啦，比賽係咪喺個位咯？我咪好似你玩嗰個小朋友咁樣，喐㗎啦，自己要你輸啊，係啦，佢自己佢正佢。Yeah.
你左右都係，因為一早已經講過左右，即係仲有你唔好諗住分十字啊，斜角都係。停咗嘅零，你就係啊，即係你一零，依家
難嘅時候就係啦，所以係難嘅。嗱，喂，即係等於你人哋學斜路揸車，黑線啊，又仲夾啲紙先啊，唔好俾上，唔好俾落啊，一樣嗰程，你要喺嗰咬住佢先，咬住咗，唔好俾佢放，因為你一甩你就落後，你一俾咬佢就上。
我屬幾多年未能你係唔會輸嘅。就係因為我要俾你落，你一落就冇咗啦，係咪啊？左神真左開，大佬咪我有你驚啊嘛？個問題就係你驚會死啦，會點啊？因為你諗下，就係、是、你一落就冇咗啦，冇咗我咪反翻過嚟咯。嗰個條件咪咁咯，明白未先？突跌又可能跌落就一再遲啲先得。係啊，你再遲啲，相對嚟講，你其實你嗱正常應該前，我當你45度係標準，你 over 咗㗎啦，你個頭已經 over 過咗10度，已經 over 咗啦，你係會跌嘅咧，其實只係爭在點跌嘅啫，所以嗰陣時你驚，你就即刻落翻，一落翻嚟啲你冇曬，跟住我呢度咩啊？跟住就冇嗰個效先得，你可以，即係總之咧，你依家你即係玩一個玩法就係你要將嗰個時間。睇落好短，但喺你經過你個身裏面，或者你嗰度好適，好長嘅其實嗰個咦就得啦，咁你就拿捏到好嘅時間，好嘅參與去做。加翻喺即係還翻俾你，就
曬嚟，咦，跟住就冇㗎啦。同埋嗰個絕招就係，我用一上上嚟好啦，你一搭上嚟，大拋一聲好啦，誒，就得㗎啦，係咪？因為你要反應㗎嘛，你就係你要即係、就是、你要 feel 嗱，即係上嚟，依個嗱，依個係咁嘅，而家呢只就係虛，虛嘅你。离开咗就已经系有，冇错啊！离开咗你好危险噶，离开。
代咁嚟噶嘛，即係我覺得自然反應，你一定係要撐嗰度，我一半你要冇咗咯。所以就喂，你都係嗰句，你唔係攻得咁猛，你唔係攻得咁犀利。Thank you.
尾咧就係、是，咦？你喺依度同埋你喺依度帶曬全身，錯嘅，你應該係依度，你應該係依度分開嘅，依度分開嘅，你喺依度鬆緊嘅，你依度控制嘅，所以我舉多幾多俾你，你如果你放鬆曬先。冇咗就到你啦，你就要將我個玻璃，你要將佢空嘅、冇嘅，然之後用等你啲力跟住個勢去用佢嘅，佢有個勢啊嘛，跟住個勢。
低，我想起起你，所以依個係錯誤。你反而依個自己做低，即係因為你容易起就因為你高，所以你一定係得就係啦。咁你就係咩？所以就係嗰個一望落咗嚟，你就根本上喺個方嘅，我都係起唔上。即係既然你喺度嘅就，你唯有就係呢度喺度先。
唔會擘開手先？你開始覺得嗰啲係啦，我即係嗰個經絡像啊嘛，個經絡像咪要咁樣咯。Thank you.
講我邊一手，我就賴嘢喎，我就賴。你諗下，我話俾你聽先。所以其實你左手，你一定要喺七星座嗰度，我哋先人，我一定喺呢度嘅，係要捉到你贏㗎啦，捉到就你贏㗎啦。大次次啊，我拍你捉唔到啊嘛，誒跟住先至，誒係啦，咁樣衰㗎嘛，所以。
低少少，因為我始終低。好在所有嘢，係啊，你有着數嘅意思係其他牌子一定要高啊、大隻啊嗰啲，你就要打出嚟。一樣兩樣，自己唔夠力嘅，自己唔夠力嘅，就你靠你上面俾你嘅，就地心吸力咯。你係咁樣用啊嘛，但係思維咪就係依啲咯。有幾多人用唔到啊？你睇下出面幾多人？
同你試一試呢個，我同你搖嗰啲，我係串分，分咗分咩？我咩先？串分喎，會唔會會熟？係啦，係啦，依啲拍拖嘅啫，依啲未夠。我熟少少，你又唔明啊嘛？未夠公司股啊，唔得，即係嗱，唔係，就係話嗰啲領導員做得好嘅就會熟，我個頭都係盤響度啦，係啊，要一時即係要熟，即係要你翻嚟諗，係啦，你一多。Yeah.
心可以啊嘛。所以就係你唔識玩嘅就係、是、咧，你淨係食問一邊，你係咁想懟死佢一邊。Thank you.
你做一個人啊，係嘛？因為你查房嘅時候，你做呢個嘢。
你見我同啲僆仔睇，你見個僆仔推我，僆仔係冇力嘅，僆仔有。